哎，你好啊，今天是我在洪水河野钓的第八天了，第八天，前面七天我们的鱼货，鱼货大概突破一百条了啊，鱼货的话上岸的鱼货突破一百条了，然后跑的可能跑了有20多条，没有拉上来的，然后这几天上的鱼呢，主要是个体都偏小，都比较小。 我准备用这个水中啊，拉到18米的水深去钓2天试一下，因为我感觉这几天钓的11米12米，钓的鱼都比较小，啊，我想试一下深水，看会不会个体要大一点，因为老是钓那些15斤的、30斤的，感觉没什么意思。口倒是说实话，一个星期钓100条鱼，我感觉一点都不多，啊，这种效果说实话只能说还可以，啊，算不上是有多好，只能说还可以这种效果。 这个距离有75米，水深是17米到18米之间，试一下钓2天深水玩一下，看鱼会不会大一点。上去了给大家更新视频啊！我主要是想钓几条那种20-30斤的那种鱼。